最近忙吗？也不说打个电话。哦，是吗？原来没给过你号码，但这不是你不说我的理由。下次发你陪我喝到太阳出头。就算不太了解我，也不要刻意躲。最近新学了什么？有空来接个坐。我，你人到了便好。摊开手心，叠起切面四个手指头，再重复三次暗示你要常来看看我。想找人聊聊的话，不妨来老家。